莺歌永吉公园非常的漂亮，在林茂哲里长的带领所有的志工维护，尤其可以讲是莺歌跟世界接轨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花朵世界，所以四季都有美丽的花，像春节期间有非常漂亮的炮仗花，以及陆续在绽放的樱花，所以永吉公园美得不胜收。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市民朋友，甚至全国的民众都会到永吉公园来逛一逛。我在这里今天来最重要的是，除了谢谢我们当地里长的辛苦以外，更重要要把防疫做到好，因为很多的户外这个活动，除了我们会做好人潮管控以外，更重要每一个人自身的防疫一定要守得住。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其实一进来，不管是量体温啊、戴口罩啊，还有喷消我们的酒精，这些都有认真努力在做。那只要防疫做好，到永吉公园来逛逛，我们都非常的开心。虽然因为今天是大年初啊，特别带富发的李家凯，然后这边，然后有说话说是帮国家军来这边站台做球，然后这也是来这边来到英国这边。其实我们最重要到永吉公园来是看落实防疫啊，那市政工作才是我们的一切。尤其这段春节期间，刚好新北是阴雨绵绵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就近在附近的公园来逛一逛。那附近的公园就是变成人民真日常生活的必要活动的地点，所以就算是一个公园，我们也要把防疫做好，这才是我们要求的。所以在地的关心的这些邻里长，谢谢他们都很按照我们的防疫来做。